表演为原名特色美食暨艺品联合市集展售活动揭开序幕，结合年度乡运扩大办理。仁爱乡拥有泰雅族、塞德克族、布农族及汉族这四大族群的美食文化，从部落地方美食开始推广在地产业发展。那我想我们的仁爱乡的美食啊是非常啊这个全国有名的，那么这一次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来了解或是来享受我们仁爱乡的美食，期盼我们的仁爱乡未来的一个经济产能可以从美食这边，从产业这边来做一个翻转。主任指出，无论是农特产品、美食或手工艺品，都因为长期缺乏行销推广的管道所苦。对于这次将要办理的活动，深表支持，期盼能促进地方产业及经济的发展，让仁爱乡的产业推广至各地。然后因为有的那个族人会很担心说，我们都有做农，然后我们都有手工艺品，可是他们不懂得要怎么去行销，透过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的那个美食跟手工艺品都能够推广出去。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，不会局限于只有仁爱乡，而是整个全国就会知道说，原来我们仁爱乡是一个非常资源丰富，而且农产丰富最好的一个地方。仁爱乡公所表示，从十号开始为期三天举办的联合市集，主要是为了明年将要推行的仁爱好农系列活动来暖身，将乡内四大族群的特色佳肴结合当地农产品，进行一场料理鉴赏盛会。原视新闻1万8读南投埔里采访报道。